好，我们看一下行动装置这一块。我问一下各位，请问你有装很多 APP 吗？有没有发现你装的越多跑得越慢啊？跟我们电脑一样啊。好，那你会怎么做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平常大部分手机，以我自己来讲啊，我自己平常就是可能会拿来做一些简单的记事，或者是我有看到某一些不错的，比如说书籍啦、杂志啊，我去图书馆，因为我们家还蛮不错，对面就是图书馆，我无缘就查，平常你平常被跑的。那有时候看到一些杂志啊，里面介绍内容不错，我就把它订阅了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其实有一个蛮多人用的，叫做 Evernote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Evernote， 有没有人有用？外面有书在介绍，有网站在介绍。你平常记事，像这个哈、哦，它的网站这里，它强调它帮你管理生活大小事嘛，这些其实我都还好。但是 Evernote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所有平台都有，包括你的行动装置也好，或电脑装置也好，所以你要同步比较方便。我比较在意是它同步的功能，因为你如果有做了记事之后，我当然希望另外一边我就可以马上看得到。好，就可以看得到，所以呢，我这边也会看一下，也会看一下。那我们就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给各位看哦。因为手机那么小，你不可能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用这个。